我们现在呢在哪里呢？在一间神难定的餐厅。神难定的餐厅，对，极难打电话。真的啊，真的非常难打电话，我打了很久才打进去。嗯，然后呢，它也是呢王鼎呢集团新的烧肉品牌，叫做是肉翅方。对，是肉翅方哦。对。然后听说它的这个 CP 值不错。对。然后它是位于那个西门町的那个旁边是 Uniqlo。对对。它是西门町这里啦，旁边 Uniqlo 啦。然后其实你停车可以停那个峨眉停车场。对，峨眉。然后再走路过来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没错。然后听说呢，它呢有横膈膜，一般我们去外面吃横膈膜呢，都是只能单点一次。对。然后或者没有，或者没有，对，没错。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那我们就赶快去吃我们的肉翅方啦。Let's go， 肉翅方吃到香。点餐是90分钟，对，然后它的价格有分三种，价格是分588，然后788，然后还有988，对，这三种价位。然后我觉得588其实就还蛮划算，因为588就有牛舌在里面，还有这个生龙臀，对，然后再来是788，788牛肉种类就比较多，对，然后再来是988。988，我还有横膈膜吃到饱哎，是最喜欢的横膈膜。对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还有生食级的干贝。哦，对，看起来很好吃。988，我觉得应该也不会不划算，因为我觉得挑东西吃其实都很划算。对啊。那我们今天点的就是988啦。对，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想说什么都吃啊。对对对。嗯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嗯，我觉得我吃横膈膜就划算了，因为一只牛只有1%的横膈膜。然后这个是刚刚那个生龙牛，很厉害，35公分的那一条。对对对对。不错吃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横膈膜。因为它比较有嚼劲，对，这个比较有嚼劲。嗯，我喜欢油花多一点。正反面各烤2分钟，对。
来吃吃看。这个是热眼，这比刚刚生浓牛好吃。你们这边烤这个直接等下等直接等一下，然后那个两面哦，直接下整块不用切了。对，这我蛮好吃，你就是要大气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要大气一点。这个也可以。它这一面弄完就再换另外一面，然后就对了三面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这差不多可以吃。对。啊，你们两个最好吃吗？滴水，很好吃。会不会等一下你吃完就过敏？我要吃一个就好了啦，因为你不太能吃海鲜。对啊。要证明现在肉花，他吃完之后画面中没有他的话，代表他已经去了看医生了。那生菜可以嚼。现在跟大家示范要如何，就是变成韩式的烤肉。Korea， 这边有附生菜，在沙拉巴那地方，然后用下去。然后这里有泡菜跟这个是葱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这个萝卜，然后加了一点泡菜。嗯，好吃，但是我塞太大了。然后它的小菜呢，只有还有除了刚刚的泡菜以外啊，它还有小黄瓜、辣萝卜，然后还有柠檬，可以解腻。然后再来这个是百香果，然后葱盐，听说这一道。葱盐啊，很好吃。啊，小菜超多的。它的小菜很多啦。然后，所以如果你吃肉吃一吃觉得有点腻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拿一些小菜。对，然后有很多，它的口味其实吃起来都蛮清爽的，所以可以解腻。红酒炖牛肉。好啦，这简直会饱死。哇哦！有看到吗？红酒炖牛肉，我吃。你要吃吗？你吃。我吃哦。好啦，我试试看啦。哦，这个好吃哎。这里啊，额外还可以再点，如果你觉得肉吃不饱的话，那你可以呢，就是呢点这个。有韩式的海鲜拌拌啊，月见牛肉拌拌，对，然后还有泡菜部队锅。可是我想点这个点下去啊，应该就饱了。所以这个我们 pass。如果你是大胃王的话，你想要什么都吃的话，你就可以点那个啦。对，真好吃。但我没有办法啦。然后啊，这里啊，吃烧肉就知道配什么？嗯，配酒。来，不要跟着点。吃烧肉就是啊，大口吃烧肉，大口的喝酒。然后呢，这里有这个庆开幕，所以无限畅饮啤酒，一个人才199啤酒，让你喝到饱。然后他用的是这个阿萨希的品牌哦，用的是不错的啤酒，喝两杯就够了。对，喝两杯就划算了。因为我刚刚有看着人家点，然后走过去，哇，大一杯哦、喔。喜欢呢，吃烧肉喝配酒喝的人可以来吃，不错。好啦，那我现在来试的是这个双酱和牛。嗯，热眼比较好吃。没关系，空盘帮你照一下。双酱和牛也不错啊，但是我觉得热眼比较好，比较喜欢吃热眼。对。
点，就是巧克力 brownie 曲奇，一份是两个，然后再来是团子，没有团子，所以他改用这个花旗。好啦，我们现在从肉翅坊已经吃完出来啦，用晚餐啦。没错，基本上我觉得肉翅坊的肉啊，都有在 level 以上，还蛮好吃的啦。对，然后它的 CP 值我也觉得蛮高的。嗯，对，我觉得不错。对，然后选择性也很多。它有试试988有60几种肉，有60种肉，好像是哦。对。好啦，那呢，我们今天的肉翅坊介绍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我们的粉丝们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OK， 拜拜。